那俩人进来之后，一个坐在那块点菜，完那个呢，还有一个站在这四处张望，讨论点什么吃什么，前后左右哪都看。点完这两个菜讨论的时候，完事我就去了后厨。我们前台有两部手机，一部在充电，一部是接单的手机，两部手机放在那儿，看见没？把我的第一部手机迅速的拔下来，揣到自己的怀里，完事还特别淡定，往那一坐。完事接着又回头看我们后边一点反应没有，第二部手机看揣进怀里，连上两个人迅速起身，很淡定的走出了我的门口。就在这个后厨做菜发现那俩人不在的时候，厨师就冲了出来，看了一眼人不在了之后，厨师第一反应很惊讶，慌张的喊了我一声，问我赶紧出来，你手机是不是在这块充电了？我说是啊。完事我就拎着刀就跑出来了，第一反应就是推开门疯狂的去追了，前后时间大概也就是一分钟吧，在这一分钟的时间内，我大概跑了50米左右，四处张望，没有发现这俩人。我当时的心情就是特别愤怒。就他这种行为，如果说传到他们儿女当中，你作为父母，你能做出这种行为，作为儿女，如果知道了会怎么看你？逮着他，说实话，真想一顿胖揍我。